Tem chupa. Uau. Olha só.应该戴个墨镜啊，来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戴墨镜啊，这个阳光太刺眼了。5点关门还可以看个落日，日落。找到这个矮子冰车的诀窍了，你只要躺下，开车一下，然后你这样拿，躺得越往后，你的速度就越快。然后这样，这边往后面拉，那这样很快。然后你要想要甩漂移的话啊，你想要你的速度加起来以后，你想要往右边、往左边甩漂移。那你的右手就往后面这样放开，你要往右边甩呢，你的左手就往左边这样，原地漂移。实力综合一点，太帅了。大家周末千万能不来就尽量别来了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。对，出去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。拜拜，我再去滑两天，我也溜了。再见。嗨，驾驶，自动驾驶模式。